人摕迄个马克思的册我看，我就干那去看这参加这马克思，看马克思的册，要么无去参加因的什么非党的什么组织的活动。哦，也是讲什么？若参加共产党，讲爱留党费，我嘛无，伊嘛无出，我嘛无叫我留，摕党费安尼留。哦，也嘛无去参加因咧开会咯，活动拢无咧哦。哦，也干那安尼尔吼，哦，也来判15年吼，我心里就足不满啦，心里吼，人生浪费掉个。啊，因为我安尼去学判15年哦，我老爸老母为了我呢，一日就中风，啊，坐老早，啊就过身去啊。我袂原谅伊啦，对国民党我袂原谅伊。2017年4月27日，多条街伫绿岛人权纪念碑，对遮侪受难者名目中，找到当年东岸的男幼名字。林清平，你是第龙条，基本上我黄安中、王坤，哦，这拢共安的。啊，我是伫发报台，啊，其他只全部伫收报台。1951年10月。伊甲桃园无线电台的同事，总共7个人被指控加入共产党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。同事林清良、赖鸿条、李时德被枪杀，徐文赞判无期徒刑，甘万坤、黄汉中判刑10年，伊家己都被判刑15年。加林清良以外吼，加我拢个。受过这个电信局的这个技术员训练班出来，因罗宏条是第一期，啊，我是第二期的，所以有这个关系，我拢有熟悉啦。啊，干那林信良伊是东京的，这个无线电的学校出来，所以林信良是较大。啊，林信良、罗宏条、戚文赞，因是伫港务社，过去人各种啊啥话，因都爱去修理。所以因是这些干部的负责者，就对因三个。我看中啊，甲万坤因就是伫收的，收入来了后才送去台北的。啊，你收的人是较无闲啊，迄时间啊也空无时间哦。不管是都有电话入来，拢耳朵也声音无好，你归收安尼啦。甲万坤、黄汉中、多条杰拢是桃园博爱的人，嘛是博爱公学校同学。因住到阮住到真近啊，离近近啊，尔工人啦，爱做阮学阮迄个，阮哩叫机长，阮哩叫拢总贵个，上济八十五个，爱做机长，伊头脑真好做机长。今仔日桃园市桃园区的博啊，第四期连续新德州。桃园郡桃园街原本是淳朴的农村聚落。我六个阿兄阿拢无姊妹啊，十步的，我上班的啦。遐阮老爸啊，真贤做头路，伊去看安尼无读书，只阿妈咧去设计去饲猪啦，饲啥货哦？在这个砖头哦，拢南蛮旺呢。哦，饲猪母嘛是伊发明的。本来是讲饲猪，阿了饲个大只，阿就卖去，哦，食喷安尼啊，唔是，伊讲话嘿，是安老狗，去饲猪母，个猪母饲落就生猪仔仔，猪仔仔有大就卖，啊，饲偌几啊只猪母啊，啊，猪啊饲偌济咧，所以饲猪啊足趁钱哦，还佫种番薯、种菜，啊，拢安提卖，所以阮老爸还是趁钱真济，苦钱趁真济。即只只波啊，即飞机场拢足济，训练机两个俱乐部啦。哇！一群人囝仔拢无半只个，拢落去点，还有一群人只呼，一撮哦，安跌起来，还有单只普通个战斗机啊，三四只咧，安尼会使讲同齐个，我迄个滑道嘛有遐济啊呐，安尼起来，一撮安那回转，好汹涌哦，
安尼去啦，安尼去，啊，巴肚拢拍一条大脚的，唔知鱼类还是油桶，我分不袂出来。啊，我心内啊，特工队，特工队，这时特工队很勇敢哦，安尼去，安尼去，安，啊，什么想一降落去，因为风涛安尼飞机还飞安尼，未使飞安尼去，不要飞起来去，一起来，哎，那夹我哇，三四四只哦，因那差不多无偌贵，一起来哦，啊，不是讲飞足远哦，还好滴啊。啊，就翻安尼去哦！啊，大家拢拍一条大片呢，就是鱼类，也是油汤，我们在啊吃落去。哦，我就想起了那个特工队，好、哦，好像很骁勇。我还为一个阿是，啊，我去读册回来吼，啊，看人在创啊，兄弟啊，拢在外口做工，哎，还三只牛，逐摆拢在放，啊，我干嘛主动高二二年时就主动去放，啊，那个啊，这也要放的放，我说哦，我这把是高二二年回来都要看三只牛。哦，所以讲我读高中高一年也是哦，哦，人就爱去收草啊，这就简单嘞，我来去共收啊，啊，结果落收啊，伤忝啊，哦，一质量一收，再下出门就一收，啊，收到收到收好了后，啊，再去上课啊，啊，结果得着肺炎嘛，伤忝，伤过忝，有肺炎免翘起哦。多条件，我公学校毕业了后，过去读武林国民学校高中科。然后，在1945年四月，考到总督府电信部电气通信技术员养成所无线科第二期，受训半年就已经战争结束。伊被分发去台北电信局桃园无线送信所，伫发报台服务。哦，这样子读高中过读一年啦。哦，啊，读一年了后。啊！电信局招考哦，啊招考哦，想讲电信局招考我就来去啊。不过较早是咧高中考二年了后才要采用，啊结果迄年因为空袭足厉害，迄阵拢爱去台北读，无人敢去，所以报名人少，所以报名我高一的嘛使，国考嘛使。啊结果呢，报名人免考试拢掉，20几个、21个报名，我迄阵是第二期的，即训练班嘛，训练班第一期就基本占领啦。啊，无去台北训练，就是在这发报台啊训练一个月，是报台训练一个月，啊换来换去6个月，啊就咧毕业啊。啊毕业啊，阮就出来，是报台时候只前十个啊，发报台啊前十个啊，做了建设的工员。然后，电台改由邮电管理委员会接收。虽然讲有来自大陆的管理阶层，但是由日治时期的职工负责。维护设备、修发电信，一直到1946年十月才正式改组。那个技术方面哦，日本人较优秀啦，哦，都安尼日本人有拢留洋，有一挂留洋机啊吼。买一摆我发布台迄个发停电台，电迄个发电所停电，要阮家己发电的啊。阮有个大台的发电机吼，迄柴油的吼啊发电啊各种去啦。哦，啊，我像我这主要去，基本都不要做啊。哦，也日本人拢等等起来，啊，都不要做，较发未起来啊。啊，结果我到打电话，台北这留洋日本人赶紧就拼落来，这台北拼啊落来修理。所以讲，乡村讲外省人排入乡，外省人拢是我是管理啊，根本都无技术加入来。我哩发布大事务都是啊修发布机啊，发布机拢高压的哦，迄种几啊千哦，电脑敲起咧，我电一摆摔出来去用。吼、哦，安尼规身躯安尼，嘿，电无死无人，即种安尼皮树枝遐味安尼哦，向住发布台，吼、哦，拢向国内，阮台毋是国际哦，拢向国内，也较有气象的啊。啊，毋过讲尾就讲吼了吼，直直照，因为大量直直迄落去吼，所以直照，伊上海啦、南京啦无，咁啊愈少个，安开较少个，啊，所以阮离底是国际去哦，吼、哦，你即摆若讲哎。台北人看我得搭台湾的话，哎，我们向上海的安发，啊，我就规个开去船调整较好是 OK， 安尼啦，啊，就搭过，吼，啊，我咧发布台哦，要上去爱有个天线哦，天线拢较早拢足悬嘛，啊，一支安尼插出去，啊，拍着电球啊，底下哦，迄个唔是电球啊，霓虹灯啊，也是哦，你若拍都爱就死一个，哎呀，突安尼哦，啊，都看到，我刚才看到死也是安尼哦。哎，那对方不拍过来，其实都收不来，收不来收咯，啊，收不来收才送去迄个台北去安尼。所以讲，我发布台啊，收布台分开安尼啦。
桃园无线电台是属于台北电信局管辖，多条街经常奉派去台北总局去出差。二二八事件发生的那天，伊拄好甲另外一位同事来台北出差。这未婚的了，转未交的婚照交了，哦，安尼烧家安尼吼，哦，规路安尼，人安横围伫遐下，啊面顶安尼读，即安尼囡仔放落面啊，就掀落吼，哦，啊遐烧，啊烧大家破安尼拍，啊，阮两个就讲，嘿，当时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我们甲想想就，哎，这可能感伤啦。哦，迄当这是可能是干烧，啊在炖物件用摕出来，伫烧啦，大家都安尼拍咧。嘿，我想想者讲，一个家去迄个因老爸做警察刑事嘛，所以较敏感啦。伊讲啊，咱无管，来再老走。哦，我两个就走只头。啊都到暗时啊十一点嘛，才开车。嘿，这同事讲，卖讲，十二拢卖讲，哦。伊讲意思是讲，啊，咱莫讲，哦，台北个代志拢莫讲，伊是政治上个反应，啊，我这个王叔，因为十外岁囡仔尔咧，我就无讲啊咧。啊，第二天听讲叫同某滴，无安那乱啦，嘛是讲警察局，唔知安那样围啦，哦，是听安尼尔。当时多条街只是拟定机务组，为了晋级，伊专注准备要升定考试。除了补习国文，嘛参加电台主办的无线电讲习班。即摆还佫如果上电考试吼，啊，都还佫拼安尼啦。所以讲爱定啊读册，啊，最主要读册是阮啊上个下就是啊读北京语嘛。我若我请老师来宿舍遐教，吼，遐啊我嘛我再去邮局遐读，吼，我那补来补去安尼吼，无啥固定啦。哦，哎呀嘛，讲袂慢慢去迄个教会啊，哦，迄专门咧教一个台湾人哦，迄个北京语足，佮口音足好哦，哇，迄专门教迄个国校老师的，专门迄个啊，我嘛去遐补啦呢。年轻的多条杰一心一意学习专业技能，无想着讲无线电讲习班，无线报告队，拢变作当局指控的犯罪事实。什么有一个无线电报告啊？无线电报告，我人是咪讲，安尼杂志定看咧，迄日本啊杂志哦，就是无线和国故吼，有一款了啊，什么报告队啥吼，迄到尾才知影哦，因为我是底下干咧，未是干咧落红条啊，甲叫我讲啊做伙安尼，来读国语安尼哦，啊甲其他啊林生良吼啥拢。拢无来往啊，所以像即款讲人口有迄个代志，伊拢无甲讲啊。啊，因咧是讲袂讲，就所谓倒下伫开会咯，啥讲哦，闹即个代志啊，我也无去啊，无啥咧。哦，所以讲我讲，啊，你是甲即摕人头做人牙咧，啊，做一个对安尼啦。国民党政府甲你认定，伊讲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，哦。啊，其实咱不是啊，咱是为了要升顶考试，吼、哦，为着要提高家己的技术。像阵嘛，无算电台台长啦，吼、哦，也报务负责人啦，啊，这个个拢嘛日本人啊，拢咧教员啊。啊，阮像阵拢改读啊，因为像阮这只国小毕业尔咧，啊，搁安怎呢？各方面的知识较无。啊！你日本人因咧咯，拢，迄个知识拢真深啊，无啥电视，但伊拢真知影。我若无住宿舍吼，完全我连这个什么报国罪咯，什么话，迄都未去牵涉着，因为跟黄条关系。所以迄当阵我就因为上班咧较远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去住独身宿舍跟黄条。熟悉起来，安尼即就先，所以这样子呐，想起来讲，我迄当初那卖在独身宿舍吼，这代志完全未去牵连就对了。因为是报台人，我跟因也无迄落咧，啊，因咧是报台人哦，也拢做伙伫遐咧，哦，所以这我是唔知啊，因的可能性较大就对了。啊，因为我也想起来讲，我规个大那么发报台，拢都嘛十外个人啊，因咧干那我一个，啊就是干那我一个。在独身的宿舍，所以又看到了。
1951年10月25日，多条街伫咧发报台值夜班，忽然间都轰掠去。迄工作都着过暝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着轮流困，啊，我咧困，吼、哦，阮宿舍是改个隔一栋，吼、哦，啊，着再歇个五六点也是，吼，啊，着主任甲话，副长子起床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想啊，得死啊，啊，我早来困，早我袂使困，啊，这主任哪会知影？哦，我这起来都没事啊！哦，啊，就爬起看，哎，啊，奇怪，边闹一个军服的，哦，哦，啊，就送上出来，唔知啊，哦，这大事呢，安尼军服的，我、哦啊、就出来了，哎，出来讲，那是要送上，也唔定，也唔跟你讲出来，哦，啊，个机房那边，我那管区警察也伫遐坐，啊，那是阮亲戚啊，哦，啊也来，嘛无到底什么大事啊？你看有大事要问你俩啦，啊来去啦，啊就坐姿不错啊。哦，啊，就咁样坐中去啊，啊，嘛无甲卡手卡啊，啊，就安尼啊，我掠嘛，啊，掠啊，只鸡仔底，就阮这宿舍这对面啊，较起一只田啊遐尔，我遐人起饭厝哦，拢起好，都我伫遐去，我安尼靠也无甲你问啥，送上也隔壁咯，哎，喊个哀哀叫，隔壁咪喊个哀哀叫，哎，听起来阮，可能这林清良就是阮刚刚红的，哎，我们在宿舍隔壁。哦，迄个地啊，喊个哎哎去隔壁间嘛，哦，跟你热声咧，哦，一看，哎，跟阮去报习做伙者，哦，这人嘛拢伫遐咧，啊，拢看拢伫遐，这拢我聊来咧，啊，我伫遐又靠遐个，哦，我靠也无问咧，啊，咪要困啊，我要来困啦，哦，我昨暗无困咧未，我未使困，我就话咧，我未使困，我无困也未使困，我袂用咧，我阿就甲你告边啊遐，无咧困啦。啊！即摆讲袂了偌久，才来门口惊啊！伊唔是一摆就甲你问煞，甲你问一下哦。哦，啊就去走去。哦，反正伊咧问一下，煞煞煞就听掉。啊，我问煞煞，我听掉安尼。伊问讲你参加判断组织，我唔知影算判断组，我系补习班来个，我读国语啦，上完我是安尼甲你变。啊，问问就有写，佫走个，哦，走个就不然问，啊，问问遐要写字笔书，安怎写嘛唔知，哦，啊，伊就甲你写，哦，安尼抄，哦，啊，我就我唔写啦，我不要呢，后边两个佮你骗落去，你看下，你后边就后，你拍手就徛伫边啊，啊，听无解，砰骗吼，你看下八几下拢弄丢咧，所以讲你即摆若无遮意思安尼。安尼，迄路伊要给牵啊咧，我想想这个名个，谁在你啦？看安怎哩就安怎呢？哦，啊，我想是讲，嗯，啊，但因遐讲唔来，讲三话句，啊，伊都人都讲安尼，啊，你唔相信，你也相信啦？三个月就来恁转起啦，你不管政府，我能知影啦？哦，啊，你三个月就来恁转起啦？有加证啦，香港的证，意思讲，我讲白贼啦。你找死路，安尼按足大力咯，不行干。讲我找死路啦，意思讲我无坦白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我着向阵存迄路啊，看你安怎拍不流出在你来啊。反正你也心情了较害啦。反正都，迄当时就是咱马马虎虎，伊安来个手应该缀落去，安 OK 啊。嗯。对桃园刑警队移送去桃园看守所。佫转押去台北刑警队，两三个月了后，多条街佫被押解到保安司令部保安处。佫一摆精神的时阵，特务就甲伊讲：参加补习班，就是参加外围组织，就是参加共产党。政治我这样子是根本就唔知影什么政治哦，什么国民党、共产党，我了是也搞袂清楚哦。啊是干那看真正是腐败安尼哦，啊，无爽啊！我强调呢，我得头拢啊强调讲，我无参加啥哦，我是为了升等考试，哦，去参加这补习班，这补习班都要英语，要国文，外省人，要无线机制，哦。要修理过去，有个迄个日本人家，主要是安尼念啦。但是伊毋是安尼甲你看。根据官方的档案，
多条街受牵连的这个案件，是桃园刑警队大声抓到齐文赞。根据齐文赞详尽的口供，才去抓到电台其他的人。齐文赞，伊哦，伊搁较大声。大声，阮两家几工，啊，阮都是一根拨出来。这人啊，哎，看样子有十字，切开哦，你看，做客的十字上啊，伊个好像个有滴看下，哦，也要看你嘛。照讲迄话嘞，禁书上，伊嘛大大方方踩地下嘞。我这人啊，趣味啊，啊这爱看，啊这有啥物好看？要看你嘛个，看你嘛遐大方踩地下，不管啥地下嘞，我一贯想啦，哦，爱搞政治。也过这没有爱讲嘛，乱讲啊！你娘，伊嘛无知名嘛无啥，怀疑你啊！你家己都抓，佮你讲出来，啥嘛讲出来。所以伊只本来爱枪毙，尾仔变无期徒刑啊。两个月了后，多条街被移送去青岛东路军法处看守所，关伫个真正快、佮真正热、空气袂流通的监房内底。伊认为讲，家己嘛难得被枪杀的歹运。佮人家一拜两拜个，佮一拜啊，就讲啊，去所阿条意向，哦，啊，我就来电问讲阿条是啥，拢阿人爱断，我哈阿人爱断哦，啊，我七日拢爱断了，啊，我这也无什么代志，怎么爱断？哦，你那电信人可能佮你作大哦，所以就请来电来讲，啊，遐就电来看，叫你即个。在咧边啊，遐逐工会使讲逐工啦，无讲逐工有灾事案件，定咧嘛叫人出去断啊。哦，遐就甲人惊过叫断安尼啦，大家都惊安尼啦。我讲逐工咧唱山歌个啦吼，哦，遐讲伊咧做田啦，哦，敢那个客人啦，啊，逐工唱山歌，哦，这人啊真快乐。那逐工咧断啊，伊讲，我咧那么真快乐啊，伊讲，我也无什么代志啊。哎，我三心五检做诶，但是啊，这无代志啦。啊，迄个就叫去断啊。我就是啊，话讲我文明来安尼，吼，我国日本话讲讲我文明来安尼。啊，他说种文明，我都是可能有我文明来安尼。我哎呦，啊，这人哪安尼？啊，这逐工都咧断啊，你家己无准备，伊都你上也无准备，讲万一来叫断去，啊，干那讲叫叫去断一下，我文明来安尼，我咧就一个迄啦。哦，啊，佫一个，哎，什么名我唔知啊。我讲海洋敢去啦，我坐你后壁来去啦，我安尼话咧。迄当时是讲，大家嘛爱叫断，就自家嘛直叫咧。吼、哦，我日本话讲，有看的一切，见起的一切，啊，都水电一格啦，我向人咧话咧。该在无叫枪毙去啦吼，该在也话安尼等啊。哎、欸，啊，讲要紧行行起来说，吼、哦，十五年是腰骨嘞，吼、哦，安尼行，啊，就啊，讲出来阿平啊，无哎，你发几年病生土啊，我判十五年啊，你挖去挖去几年都共款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是要来底哦，啊，大家啊，听到恭喜哦，你恭喜啥？恭喜啊，恭喜无叫断嘅话，十五年你恭喜，你家想起来，计啊忙忙啦，生红纸嘞，我讲。我哈，十五年生红纸，该在无叫断去哦，有影就丢咧，断去就无命个咧。啊，迄三个叫断去咧，哦，三个创啥那嘛唔知啊，哦，叫断去，啊，一生活老真艰苦啊，啊，家己想讲无叫断，啊，该在无断就好啦，安尼啦。我的部分是啊，讲有参加非党组织啦，啊，若无你活动啦，也无创啥啦，啊，就咁样判十五年，我是讲。啊，准和你讲，我有参加非党组织，因为我唔知影啥，跟他讲有参加，啊参加，确实有影。迄当时我安尼就参加，伊就皇上来，甲咱参加，就参加。啊，我拢阿妈去甲因做伙，也慢慢谂什么会啊啥，哎，这拢没有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讲，啊，这干不起受党，吼、哦。我是跟他讲，就是讲做完拢这啦，吼、哦。爱讲那，你又讲参加啥？爱宣言啦，爱创啥话？我拢没有啊。哦，啊就甲你讲，你参加非党组织，哦，啊通通没有活动，啊十五年，我哈啊那安尼，哦，我是感觉看则重。判刑了后，多条街被押解伫新店安庆的国防部台湾军人监狱。我真是哦，我就是话是哦，
哦，一天吃两顿啊，啊，迄食迄哦，做迄馒头哦，煞大粒，哦，乌暗臭发啦，电空空，啊，看落迄就食袂落啊，啊菜啊，什么黄豆啊啦，啊，规一碗一碗安尼好咧，哦，啊，人看落迄我都食袂落啊，所以讲想食哦，足粗咯，啊，所以讲安菜食袂落，哦，也向阵厝会使来接见啦，一礼拜一摆啦，啊，阮厝的是差不多拢。老久来一摆嘛，袂记起啊。只要食过火来一摆，拢会送物啊来嘛。一送拢一大堆啊，啊一大堆就食袂起啊，大家都不分来食嘛。啊，别人摕嘛共管啊，哦啊一个管理啊，内底咧家己分组哦。可比讲啊，这礼拜换你，啊你都即摆拿物啊摕来，你就分组好势，摕在面顶遐个哦。啊，即要食饭个时，一桌一桌安尼分安尼食啦。哦，安尼才厝诶，接不济个来，加减有包营养安尼啦。这一摆吼，就慢慢慢慢同人来啊，伊咧看有人呢啊，哎呦，厝诶嘛甲提什么内脏啦，什么猪血啦，什么换迄坑啊，因为我拢安尼本来食，啊，迄间就歹咸嘛，啊，就提来一道一道创一碗安尼哦，啊，拢有迄食饭啊，拢在操场安尼食嘛，啊，因为我迄当阵是喙斗歹嘛。啊，所以讲我安尼摕来食，我讲就不能吃了。啊，因为隔壁一个迄个，敢那海，迄外省人爱滚啊，我讲不能吃哦。啊，不行，怎么不能吃？啊，可以吃。我是讲啊，啊，大家你食我无食，反是，我摕到个去碗卡个夹啦，惊给别人讲啊，啊，我无食，安尼说说就不食，安尼无食。哦，啊，结果大家遐就食食就，啊，输了你也无偌济哦。啊，食有一可能食完了后吼，我也搞讲我困倒，啊，就要困倒，就开始吐啊，规间啊吐啊一下叫安尼吼，哦，吐个目睭遮大圈，哦，啊巴痛嘛，面汤嘛芳，哦，规间连龙叫安尼吼，哦，啊，就发报告咧，啊，报告发哦，这就食哪能讲中毒，哦，一来什么中毒，也自己什么针给你拍来钉来钉安尼吼，哦，也发无掉啊。但是我甲一个人两个无掉，两三个无掉呢。啊，看副官看了我呢，啊，看，唔是有事，啊，规间拢在甲调到北京去啊。啊，我哩叫煞空出来，剩我两三个滴啊，食饭都有时啊内底，啊，大部分拢在外口，啊，外口安尼操场安尼吼，啊，尤其是一摆上迄落就是吼，加加哦，迄当阵哦，佫是歹哦，实在是一耽误啦，迄个人要来参观哦，啊，我通当外口摆啊，好，迄顿个菜是袂好，一当一碗拢是块猪肉大根，放面顶个安尼摆，啊，即摆人参观也是翕相，啊，叫一个较大块个吼，啊，翕互伊看嘛，讲你看食甲遮尼好，遮尼肥啊，哦，迄个阿张啊出来迄个来参观，什么人我嘛唔知，来参观安尼说啦，哦，啊，去有即款情形啦，无特别待遇，迄市长个囝嘛无特别待遇嘞。是干那上特别就是市长本身会使行到这边来，底看因囝官房，安尼是真特别个呢。啊，市长哦，啊，我底下啊，知影哦，迄就是吴玉民因老爸啊，市长，我知影市长做五三年啦。迄个有较熟个就啊，底下行看，啊，佫出去啊，像是吴玉民就是外口甲因接见，这干那真特别呢，其他拢没有。尾下咧管理的严的时阵哦。我看伊都敢那无照步数咧哦，拢暗时啊吼，啊咧困啊困，啊就哀哀叫，听人叫伊外口去拍，啊叫你哀哀安尼拍，吼，啊一来有几工，又搁听一个哀哀去拍安尼然后，哦，啊到一摆吼，他冻袂调吼，啊嘛搭一间吼，弄即拖地板嘛，啊就乒乒乓乓弄，啊规栋拢弄起来，弄起来咧，啊弄起来，哎哎，看就弄规天就来啊咧啦，拍手的啥弄啊规天。电话插开，哈！里面闹黄，哦，啊，就命铺摕来，一间一个点，哦，这样你点看偌济，就随外口去跑嘛，哦，啊，我呢间下去点五六个，啊，我当眼的黄汉章，伊嘛需要点，啊，伊个体格足好嘛，啊，伊嘛叫伊拍，也讲叫伊拍，伊就来讲，我讲，吼。我叫伊要拍时吼，讲啊，这个有料，这个有料，这白骨比啊，地推地推，我推着足艰苦安尼，哦，迄、那个黄汉章，啊，黄汉章，我想看是安怎会去要卡，啊，迄内底有招牌啊，啊，若想用那个下布过，啊，要轻功啊，拢是去要遐，
注意啊，可能我那边有五六个，也唔肯点我台语字干嘛？你读数学微积分，哎呀，无你创啥？安尼，安尼创啥话？我想讲实在无接无来，迄黄汉中刚刚讲，刚刚讲迄电信局半十年了，迄个拍一个真厉害，因为体力足好，我个叫推哦，是这种型啦。原本身体都无好，佮因为营养不良，多条个伫军家钓钓鱼结核，被关去病房的。我安尼有食嘛，佮讲半暝啊吼，啊是毋是吐血啊？吼、哦，啊！咱食滚水，迄铁杯啊，大杯吼，啊！伫吐伫吐，吐个铁杯啊，吐半杯哩啦，足济啊哩啦！吼、哦，啊！咱就讲啊，即只安尼可能是血病去拍拍诶，去上落血筋啦！哦，啊！就说安尼拍，临时报告嘛是啦，就啊啊嘛嘛要甲你创啥话啊？啊！医生敢无来甲你看？敢无叫医生来看？无，人根本就无来看。啊！所以讲啊，铁棍的时阵啊，有迄个医生。你看病时吼，嘛甲你讲讲者，清清楚楚药啊，开者嘛啥，伊嘛无甲你讲你什么病，啊就调病房，吼啊就做来病房，啊病房就是同款安尼啊，啊就较少人安尼啊，差不多二十通个啦，啊下底是拢啊在在血病鬼啊，哦，啊不哩病房吼，迄一摆做风台吼，迄雨安尼泼去，啊我困伫上边啊，啊水啊滴几万几万，人破拢房，人身体用人要去。创啥物啊？甲堵掉咧，啊！病房人无法度去哩啊，一万无法度叫北京人来，雨直泼直泼，我规下面袂用打我裤，哦，啊，迄上痛苦，嘛是办，赶快安尼叫打红太来，伊当时实足痛苦安尼啦。这上上印象就是迄个说，到底伊人咧要讲什么陈静莹啊，哦，就是甲伊啊，哦，啊，你病房内底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啊，食胃啊胃啊扑克牌啊。家己画啊，画画一下摆底下里面，遐阮两个就听底下个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看秀华来巡逻时，因拢走了去啊，啊，阮两个就听底下个，啊，看秀华，哈，恁底下赌博哦，我当死啊，我当底下你看个扑克牌画啊，哪个赌博，啊，是吧？收收去，出来出来，叫阮两个出去，啊，陈正英两个，哈，你们恁假病哦，讲手提起啊，到遐，伊乡村个门牙就提起啊，翻恁恁脚尾啊，干咧哭个啊呀！靠，差不多要一点钟哦，两个安尼靠，啊，靠靠这个，还假病装病，讲阮假病装，啊，我到那些看守队员的骂啊，讲阮假病还赌博，我讲我赌博，我赌讲嘛，我啊就这个绑起来啊，啊是啊，无偌久调回就倒，安尼，赶快两病房间，阮两个调回就倒。1961年十月，多条街被阿街区绿岛新生奋斗处，一个到绿岛。伊就拍报告，讲家己有气病，无办法当劳动。哦，我就讲，知影讲伊好像都爱劳动啦吼，这主要是爱劳动。啊，我就向人民讲说，这气病的人哦，就袂使劳动就对啦吼。哦，啊，尤其是底下拢都休困了，底下滚干拢都休困，坐咧遐劳动，惊受不了吼，会惊又发作起来。啊，所以去到地吼，啊，我就开始写报告。哦，正言讲哦，队长听，讲卖话做诶，迄个重诶工课，哦，派话做比较较轻诶工课，就啊做，哦，啊我就甲派去介绍便所，哦，便所安怎扫，哦，迄顶头迄平平先生甲你讲安怎扫，所以咧我就话扫便所，刚扫两遍，再需要就话扫，扫个清气清气，下晡时啊搁扫一遍，伫做诶时阵迄个。这个对象一个迄个生产班的班长王金辉判无期的，伊就是吼，买百合花吼，提下讲，哎，这百合花好哩，我要创啥玩意？哎，百合花提我他妈，你插便所，啊好个插便所，啊，但是我甲插一只，啊，新鲜当然是欢喜啊，啊，是把便所无臭臭，佫芳芳，较久的时阵，迄个王金辉阿老甲我讲了，来，你来生产班，我哈。啊！个生产班咪死翘翘，我讲安尼死翘翘。啊！我这动都动，恁啊牙安子啊，创啥话？我拢我照顾妹妹来，我勤果会互你做。哦，我咧想别想，哎，安尼嘛好。你讲勤果我做哦，伊班长哩啊，是有那新生个班长。吼、哦，啊落去啊，我啊队长写报告，我要来去生产班，吼、哦，参加生产班个劳动。队长讲 OK， 吼、哦，你都去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去个是去面顶个哦，伊拢叫我上咧。
看牛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捡螺仔啦，啊，牵旱枝顶啦，创啥玩意拢较轻的话做啦，唔是压旱枝啊，较早旱枝就压啦，啊，遐堆啊落去啊，吼安尼，啊，就伊就较轻个话做，哎、欸，紧做紧做，哎呀，我会杀只啊咧。我哦，我是困在这个啦，哦，啊，我是困这边。啊，王姨就是困这边，哦，我讲村里顶头，啊，我的习惯，我头向内底，哦，啊，向阵王姨就哦，行到底下呢，我点点啊，细细念，细细念，哦，我王姨就，啊，你点点你了，细细念，哦，啊，我点点哦，也唔过我哦，我咧爱收电报咧，哦，伊讲啊，你收电报，对啊，我倒来，就外口，外口是嘛，我咧收电报哦，哦。啊，所以哦，哦，你收电铺哦，我就在点点啊收。所以王一周，我拢叫伊是电铺，啊，无就叫伊电铺哦。所以伊真罕哩讲叫伊王一周啦，哦。所以伊向阵失踪的时阵哦，我拢啊规山啦，我电铺电铺安尼叫我哦。所以王一周就是搞混做位安尼啦。王一周伊唔是生产班的生产班专会，但是普通生产班呢，有时啊顶头呢爱需要人的时候，叫人去顶头参加这生产班的工课，啊伊就是安尼去普通班参加这生产班关焊接班的工课嘛，哦，所以讲啊一直做一直做，啊做到迄个即部呢收工的时阵，尾啊嘛收工的时阵，大家冲冲者哦，去洗澡冲冲者好，我拢在山脚底洗澡，洗洗者啊就起来，啊王一周来，啊来找无，啊来画无，啊知影我才死啊，啊时间要到啊，那无讲王一周，哦啊我就喊迄生产班班长哦，啊就去画画，我王一周啊不来找袂使，啊找无，啊时间到无得啦嘛，袂使啊得啦，啊班长报告讲王一周。失踪去了，吼、哦！啊，等下，中国人等下甲对上啊，啊，队长听到在嘴里尖啊，哈，那才失踪去，啊，就发讲去吹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拼去吹，啊，吹到暗吹无，啊，就去转来，第二天又去吹，规天我一直吹，吹，啊，居然吹到啊，啊，就吹到伫溪口啊，搁起嚟哦，迄大人拢定出入溪口哦。哎、啊，后壁长上树啊，遐哦，掉倒地啊，遐啦。好，我出就报告讲出去啊。好，哎，就讲怎搞？好，哎，可能是阿公检查官啊，啥物啊，什么？所以讲，我就坐伫这边遐，坐遐搞，直直搞，搞到暗吼，再去冲落来，冲落来，啊，我就啊落去扛，哦，所以讲，我咧扛遐时哦，这情形哦，哦，暗时啊直直扛哦，啊，头前两个，后壁两个咧扛。哦，啊，你行较歹行，啊，你着啊，就跟跟我啊，跟到迄个燕子洞遐去，我跟到遮，迄王一周我个燕子洞去，啊，我就对了，啊，你以后安怎处理我都唔知啊。啊，去生产班的哦，做哦，啊，做到一光背身体作用啊，你知道，正按时啊，较迟滴安尼啦，哦。是滴哦，是滴，我们那个公路、苦路，很足济呢。只猪母啦，猪母真济只，你知？啊，猪母你即摆来，猪母大把多哩，啊特别较高嘞。啊，即摆个当时生迄种，像阵拢你都知影。啊，只要要生时，我拢爱去顾呢。暗时啊，所以讲我拍完去哦，要猪母下暗生啊，哦啊，拢在地底下困，你知？哦，所以当时我对是滴这方面，我讲言啦，对上讲言未少啦。从来唔爱去落去厨房的多条杰，伫热度的时阵，把荷人选做虾尾，嘛学向煮大鼎饭咯。那是委员是四个，一个是炒菜，一个煮饭的，一个是买菜，啊，一个是十，干咧看做十爷安尼，哦，这四个，这四个部分安尼啦。那或是我一种四个，或者四个就怕你要做大一个安尼哦。咱家己班咧，家己个会，家己咧决定安尼啦。我上头摆是不去选落这菜买啦，哦哦，这菜买买一摆我就惊着，因为我真罕咧出去外口嘛，或是做接上网足少嘛，
啊，这食马吼，我是未晓嘞哦。啊，采马拢啊坐板顶啊队带落嘛，即摆就专程带啊，带起啊去马板顶带落，转来安尼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这采马真要紧哦。你爱钱呀，啊买家安尼，互人会欢喜安尼哦。这采马这真要紧，所以我一讲到好事，我采马我绝对唔迄落啦。啊，炒菜我当然未晓啦吼、哦。所以我讲话是。我就是讲做直播，做些基本的，啊，那分菜许嘛做过去。平常时候，平常我是叫长毛啊，吼，啊，我是无毛啊，吼，我拢剃光头嘛，啊，所以遐是讲啊，长毛啊，无毛啊，吼，啊，长毛啊，较长的，较黏的，迄较黏，唔是讲整个足黏的，伊反正伊啊食安尼真黏黏安尼对，吼，啊，无毛啊，安尼伊无爱，哈，这食袂消化饭。要当个小王，啊去做完亏咧，我这劳动，我这送啥咧？哦，啊做较烂，啊伤过烂嘛袂使咧，伤过硬嘛袂使，所以基本迄点哦，实足要紧就对了。啊，我指甲后下个伤病拢袂使买迄款咧，安尼啦，嗯，好大的钉哦，啊基本啊背伫顶头底哦，呀，啊车安尼安尼车，哦，啊那些生产班的哦，要带担去哦，伊拢会创个迄个了担咧。啊嘛，生产班较偌济，安尼就牵落去，吼、哦，拢爱从啊拢创较远啦，吼、哦，拢创较远啦，迄种唔是讲做两点一点尔，哦，啊，我咧班里就炒菜上优秀诶，哦，啊，我是基本，可能我基本嘛，那如果是也优秀诶啦。伫领导将近四年，和多条杰最难忘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对一位同乡阿兵哥的嘴里。听到因老母过身的消息，所以对上关一人讲，迄护理社啊，迄做一组迄兵啊，就是讲你同乡的哦，明早暗暝去啊，介迄落啊，我就来啊啦，哦，来者伊就，我就去创一个迄落大招，我唔捌伊啊，伊较少年啦，你是不是啥人？你讲是啊，我咧保啊，哦，安尼，同乡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老母啊，已经当时就过身去啊，哦，我就哈，我老母过身，我哪唔知啊？哦，厝也无甲伊通知，哦，听着心肝头足艰苦，啊，咱渐渐人则徛咧，哦，这个代志就是迄个平安咧甲讲的啦，啊，结果呢，讲话迄个平安方向怪掉报，哦，迄当时侬心肝头艰苦，当然是拢渐渐家己加心肝来，啊，你袂使讲说哦，我这对象安那来表现讲老母过身安怎，所以这点绝对唔敢讲出来，但是心肝头是叫做真艰苦。我这一生哦，上遗憾的代志就是阮老母哦，哦过身了哦，我无法度送伊出山呢吼，感觉足遗憾就对了。1965年，多条街被移家太原监分监狱，在太原监狱初期较放松的管理中，多条街在1966年10月25日服完伊的刑期。就刑满开始回去处理了。甲同就来一看讲，哦，啊，咱同那边呢，啊，全部只空盘啊吃，客厅啊吃啦，红红啊做红红嘛，啊，内底是空座安尼哦，啊，我向时伫底啊，可能了近视啊，啊，空军，我咧空盘啊吃奈，规个车头拢是，拢都伫底啊。哦，啊！啊！就讲是空军，这空军都无，去行到一个车，迄个车行呀，我讲，哦，啊，这嘛是空军啊，哎，我讲，哦，这唔是啊，这空车咧，啊，这就是计程车行，啊，这底下个叫一只，哦，迄个是去计程车，这计程车转来，嘿哦，都转来了后哦，当厝的人是卖啦，厝的人我兄弟阿三是卖啦。也唔过其他人就讲，就是安尼啊。我同事啥吼，爱啥吼，看到大家拢，我头拢唔敢甲你迄落啦。这变变足济啦。啊，所以咱知影安尼哦，即爿人看熟识人，咱先避。吼，我煞家己安尼讲，啊，咱莫去共找麻烦啦。先讲咱来迄落吼，咱先避开。咱有甘万坤的亲情，开一个织布工厂，透过伊的介绍。多条街才找到头路。甘万坤唔仅介绍伊工作，佮介绍伊姨啊陈红玉，甲多条街是熟识结婚。啊，以外都无亲人啊。啊，即个都细汉咯，邓国人佮做伊较大，老实啦。
哦，要不然嘛，再介绍太太。小年会有参加几次了啦？啊，我想讲，伊就细汉了，注意讲，通过咱斗阵甲大汉嘛，搁厝边，啊，搁同学，哦，定定出出入入，拢足受在行啦。哎，那阮姐我都做老是做顾伊啊，啊，做小阿姐姐嘛做顾家啊。那阮姐偌好命哩，阮几乎人拢遮尼迄落吼正派嘛。啊，介绍的他不敢介绍不好的给我了。啊，重点是伊甲我讲，好，我甲你介绍这做阿读册哦，头脑足好。啊，因为我读册吼文的较有法哩啦，啊，那理科我就较含慢。哦，啊，伊就甲我讲吼，伊头脑足好。啊，我的理想就是讲吼，结婚要找一个头脑比较好的。啊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嗯，啊，我唔知到尾搞工作吼，我一年跟人相拍拍个两年，吼，我若知你指点我，我袂记你。伊讲吼，唔若读这个，我相拍嘛做搞。黄师公长，迄就是一，什么一几乎啊介绍的嘛，转来伊就是，我转来是伊就讲。介绍工作啊，啊我跟他结婚了哦。嗯，大概应该是婚后三个月吧，应该是八月左右，七八月的时候。嗯，哎，那些家己嘛，因那种轮班的，爱胖些有这种虾米拢爱过的起胖的都会胖哦。啊，他就是技术人员嘛，一点米啊塞那个卡个家己动点，他就是要清理。啊，救起啊，救起的话。结果叫个出者就煞个，安尼叫嫁去嘛。啊，看伊都这月手拢安尼，医生是讲要缝起来没有办法，碎碎去啊，内底骨拢碎去啊，只能剪掉。啊，我剪掉他那个手指痛好久，那一般是讲手指吼，那剪掉应该治疗两个月三个月应该好，他痛很久。啊，咱到尾再了解讲吼，古早人讲吼，痛入心。是不是这骨啊？骨头的痛是最难熬的。针头啊受伤好了后，多条街失去头路，该做小生意。翁阿婆两个人暂时搬去因丈母厝去住，一直到生三个囡仔了后，因才搬回来伯阿的故乡。迄时要创业嘛很难咯，伊到尾刚好有一个伊的边伫咧，也是新生的同学啦。多年第年吼，可能伊就知，吼、哦。啊，以前住伫伊咧南崁咧，迄个庄卡嘛，庄卡遐伊有种一挂芭乐、土芭乐。啊，以前就无什么工过头出去嘛，啊，就讲，伊就讲啊，无来去栽一个芭乐吼，啊来市场卖。啊，再来市场你嘛都爱有位。啊，刚好我的大嫂吼，伫、哦、市场有一个摊位，爱来轻一撮。完美的啊！这芭乐顶摆不是现在的芭乐嘛？顶摆芭乐做歹食，无改良过啊，涩涩嘛，啊嘛无生理呀。啊，这样做无牢固啊，没有办法。啊，到尾想想就讲，哦，都去乡下去饲猪呀。啊，饲猪的时候加卖饲料，吼、哦，加卖饲料，佮卖一寡米。搁再回来社会前十年。生活无讲真顺遂，多条街因太太生大后生时阵难产，囡仔欠养，所以引起脑部受损。为着要医治，养饲这个囡仔，阿母两个人用尽苦心。我会老啊，啊他会越来越壮嘛，越年轻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总不能这个单子留给我的儿子吧？对啊，咱家出来这么辛苦，这是咱家的。咱家己爱承担的，不能将这个苦要留给自己的孩子去承担。哦，我想我就安尼想，哦，爱心我拄到阮一个外甥啊，刚好认识迄个台南教养院哦，迄院长，哦，啊，伊就是讲，伊甲我讲啦，因为大家亲戚都看在眼里嘛，知道真的这孩子以后怎么办？哦，我们两个老的走了怎么办？这个孩子呢，暗病流浪汉。哦，我是讲最起码要让他有一个安身的地方，哦，爱三顿有他教他遮风避雨，哦，想办法要找一个地方去嘛。囡仔上街啊吼，咱嘛困未起，哦，就看他迄囡仔换一个环境，哦，啊，搁一个陌生的地方，
哦，当然，人讲要叫别人讲像爸母安尼甲顾是无可能啦。哦，啊，不过咱就无法度，在那时候没有办法割舍，你也是要舍下。哦，我是讲我今日有一个，他要活到几岁我不知道，最起码吼、哦，我若走了，哦，要够接触然后多，吼、哦，要够一顿啊饭头吃，所以我就是很不舍得把他送出去。哎，出去常常偷跑回来了，啊，好开心，我就做赶快，只要他暑假我拢去甲带倒转来，带到开学，哦，暑假一两个月嘛，我就带回来。哦，啊，带回过年我也带回来，哦，啊，再个，哦，再个好差不多转去安尼。二十岁那一年就，也打电话来讲说啊，你这囡仔生病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爱带转来痛啦，我就带去迄个省立医院看嘛。他是腹膜炎呐、啊，腹膜炎走的。那、嗯、所以他也是很辛苦啦，虽然我辛苦了，他也是很辛苦。1973年，多条街甲人合租。从事地产买卖，才赚一点仔钱，也有起新厝。无偌久，钱阁予朋友倒去，损失160几万。朋友提议讲用药品要来抵消，多条街都伫新厝的楼卡开一间小药房，靠药店收入过日子。啊，借牌爱予人啊，爱还钱啊，一年付一摆啊，吼、哦，安尼跟他订契约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一年去约看多少钱呐、啊？啊，一年做一摆去啊。哦，阿古我较早就去病理店，对药理方面加减有滴研究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就开始买册，就伫读下咧。啊，所以开始我家己有，啊，因为咧药房一开落去吼，你个外母啊啥拢一直来啦。所以咱难免去找到药吼，伊会药厂会来啦，我会中，嘿做中盘拢会来。伊就甲你，啊，药啊啥话，我紧看看有啥物较需要无，吼，啊，就紧排紧排，啊，就渐渐紧来行起来，啊，甲你药册紧看吼，啊，紧看看，啊，就来行起来。1994年，多条街64岁迄年，有一天骑车发生车祸，伤好了后听力受损，迄个时阵儿女拢已经大汉了，伊决定结束西药房的营业，甲店面租予人。正式退休，医师甲断定讲你这样脑脑筋的退化足紧啦，啊，什么话安尼怎啊？结果呢，还好啦，因为我退化有脑退化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，也过无像医生讲遐严重。他因为车祸脑部受伤嘛，脑部受伤了，我讲啊，安尼咱退休好啊，吼、哦，身体要养啊，卖讲哦，因为第一滴以外，你这嘛是。很小心嘛，而且脑部受伤的话，我不要再开药房了哦。啊，昨天才正式退休，64岁迄年啦。1999年，多条街新领保险基金会保险金嘛恢复名誉了，伊去申请恢复电信局的职位，电信局以租客的名义拨一笔钱予伊。已经87岁多条街，每天因太太拢陪伊斗阵去附近的公园运动，伊还阁真健康。除去伊一边耳仔动听，甲人咧讲话时阵，都爱太太伫个耳腔边阁甲讲一遍。多条街真正满意儿女的发展，第三代嘛出世了。啊，当然最主要是一家和乐平安啦。这上重要啦，哦，啊，当然政府方面我嘛有一个期待啦，哦，政府就说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，千万千万不要再延续发生在下一代的身上，这是上重要的。不要看民主，哦，看人权，卖像过去迄落不要再发生，哦，像过去迄落迄种代志不要再发生安尼啊，我是最大愿望啦，哦。